Hello， 所有优酷和钉钉的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优酷新直播，明星陪你看。那在众多的下饭剧里面的这个甜宠剧，向来是大家的心头所爱。那最近呢，一部古装甜宠奇幻的元素结合而成的高甜砂糖剧《亲爱的异曲君》正在我们优酷热播。那今天我们非常开心的请到了二位主演，欢迎二位。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思帆，我在《亲爱的异曲君》里饰演的是异曲王吕敖。嗨，好，我终于感觉到了啊，逸璇，您那网络，逸璇的网络稍微有点问题，不过给他一点时间，因为下面的时间很多，我们可以通过问问题的方式让他把网络稍微缓冲一下啊。那其实在这个时间里面要跟所有的粉丝来介绍一下你们的福利，因为今天如果参与到我们优酷的直播互动当中来的话，将有机会拿到我们二位的亲笔签名照片。那钉钉的粉丝们也可以通过关注钉钉的官方福利圈和钉钉优酷官方圈来赢得我们主演的签名照片。同时大家可以多发弹幕，因为在我手边有一个可以看到你们段弹幕的手机，那只要你们多发送来，想要问什么问题，都可以通过我来问到二位的主演。那这样，在我们陪看之前啊，陪看之前要跟二位先来聊聊这部剧，好不好？这个二位可以简单介绍一下自己在这部剧里面的背景和两个人的人物关系吗？思帆先说好不好？来，我们女生先说 ，Lady First， 好不好？对，OK， 一学先来。好，那个，我在这边饰演的角色是，丑青的女，其实她是一个。逸璇，你可以靠近一点。逸璇，你没有听不见你声音。对，你可以靠近一点。能听见吗？声音很小，声音很小。刚刚我介绍粉丝福利给了你那么多时间，你要调整一下吗？我们是直播，我没有时间给你调整哦。OK。有耳机吗？你戴耳机了吗？可能会稍等一下。啊，现在好了，现在很好。现在 OK， 现在 OK。现在 OK 吗 ？OK OK， 没关系， okay， 不用有压力。所有的网友发来都是哈哈 哈的笑声。真的吗？大家很有耐心等待你，没关系的，没关系的。哎，刚刚什么问题我都忘了。刚刚我再问一遍啊，介绍一下自己在这个人物里，在这个剧里面的人物背景和两个人的关系，好吗？我就是一个平平无奇的一个小美女，没什么背景，然后人物关系呢？然后人物关系呢，就是，我深深的爱着君上，我也不知道君上有没有深深的爱着我。对，好，那问题抛出来了，问题抛出来了，不要捂脸，不要捂脸，要正面回答，正面回答。啊，就是该我了吗？我就是一个，其实我这个人物设定，当时是皇上，是君上，虽然是一个架空的朝代，所以他的权力比较大。然后人物关系就是我也不知道这个皇上怎么就莫名其妙就爱上你，看爱上逸璇了，然后就对啊，就是这个关系啊，就是他是我的亲爱的，我是他的，感觉你爱的一点也心不甘情不愿的状态。不，我可情愿了，我爱死他了，我都已经。哎，我注意到就是咱们剧里面这个女主的名字，我觉得特别好玩，就是丑青离。哎，你们在现实生活中应该我们都没有听过有人姓丑吧？我没听过，我没听过，我只听过姓母，对吧？母的。那个胡一璇，你觉得就是你刚看剧本的时候，然后你看到这个姓氏姓丑，你有什么感觉？当时我接到剧本的时候就说，要演一个丑女嘛，然后我在想为什么会找我，后来我看了一下镜子之后就明白了，然后确实也是粉丝出演。对，然后我就想，找对了，找对了，真的，嗯，是反差很大，对不对？就说是丑女，但是其实很漂亮的，找我演就真的演丑了，就没办法。也没有，也倒是没有，就是我回旋本人真的有被自己丑哭过，所以我觉得当时就是那个找我演这个戏的时候，我觉得他们还选的挺对的。你少来，各位，真的真的真的，这是真实经历啊！各位跟大家说，大家可以发这个弹幕啊，因为刚开始在我们直播之前呢，我们会有这个试播的时间。然后其实逸璇今天是没怎么化妆的，因为眼睛稍微起了个麦粒肿，对吧？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素颜都这么美，所以你们要弹幕多夸起来好不好，多夸夸人家，所以我就戴了一眼镜起来 OK， 素颜都这么漂亮是不是这样啊，我问二位是我问二位一下，就是你们二位的私底下生活中的性格和你们所饰演的角色的性格是相同的还是不一样的，可以跟大家说说吗？吴宇轩一模一样，他私下他生活当中跟那个裘青离没有区别，没有区别，没有任何区别，完全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就是特别可爱，嗯，特别特别皮，特别皮，对，特别傻，嗯，对，我不一样，我不一样，我特别傻，嗯，对，我在生活当中当然没有易奇君那么做作。对，我的生活当中比较自然、真实一点。